帝君，可想下盘棋吗？闯到书房的自然是东华的忘年交连宋。连宋一进来就看见一位额间有朵凤尾花的冷艳绝美的女子坐在东华书桌前，和东华平常一个坐姿的靠在扶壁上看佛经。在一旁正给东华泡茶的凤九看到连宋闯了进来，有些吓住了。但是看到东华的眼神暗示后，凤九轻轻的点点头，学着帝君平时的模样站起身来。你今日来的倒是早。 凤九面无表情的将手中的茶放到东华手边，连宋可没空回答凤九的话。连宋一脸八卦的看着东华和凤九，帝君，这位姑娘是？凤九只好对连宋介绍自己，这是青丘的小弟，即白凤九。连宋一脸暧昧的看着凤九，哦，青丘的小殿下啊。东华拿起凤九放到手边的茶抿了一口，瞥了一眼连宋，没有理会。凤九和连宋坐在不远处的棋盘旁。 凤九有样学样的抬起手托着腮和连宋下棋。帝君，我本以为您老人家喜欢的应该是那种热情活泼的女仙，没想到这小帝姬倒是与你极其的相似啊！连宋摇着扇子打趣道：“其实我倒是喜欢成玉那样的。”凤九知道连宋喜欢成玉，现在连宋调侃自己，自己自然也不能给帝君丢脸啊，怼回去。连宋下的扇子都不动了。帝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下棋，下棋。 连宋笑的殷勤，开始转移话题。东华坐在书桌前，听着凤九将连宋对了回去，满意的点点头。带连宋这样脸皮厚的人，自然是不需要留情。东华满眼笑意的喝了口茶。不过老实说，这凤九的爱好倒是也你都一样，爱品茶，爱看佛经，就连这气质和坐姿都与你像极了。这模样也是美极了。连宋三殿下，其实你面前这个才是盗版。连宋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八卦的内心。 这才没好好下，一会儿又开始好奇了。凤九这回知道了，这连宋赢不了帝君，不仅是棋艺差，这行也不在下棋上啊。凤九甩甩袖子，你当真是来找我下棋的？凤九学着帝君对连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凤九学的惟妙惟恰。下棋，下棋，连宋就一直在这一边八卦一边下棋的，待了一上午。东华实在是受不住他们了，就拿着佛经起身走到了凤九旁边。 正在和连宋大杀四方的凤九看到东华走了过来，连忙抛下连宋，抬起头看着东华。我饿了。凤九觉得这是东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连宋用扇子遮住脸，眼睛发亮的看着他俩。我要吃你做的糖醋鱼。东华眼神瞥着旁边的连宋说道。好。凤九抛下连宋，起身走向了厨房。听到东华要吃的东西，连宋觉得这小地鸡当真是神人啊，连帝君的糖醋鱼都能吃。 连宋脸上写满了佩服，三殿下可要一起？东华有些坏笑的看着连宋，连宋没有发现面前凤九的笑，像极了在太成功各种毒舌的东华帝君。连宋呆住了，帝君的糖醋鱼等于毒药，不了不了，本殿下就不打扰帝君和凤九殿下享用美食了。连宋从来没有跑这么快，东华看着跑远的连宋，感叹：哎，难得这么好吃的糖醋鱼。东华遗憾的挑挑眉，走回了桌前。 姚池鹏，哎，你们知道吗？这青丘的小弟姬白凤九最近住到了太晨宫。作为天族八卦三人组之一的连宋，自然是将最新得到情报分享给另外两人。什么？凤九又进太晨宫了？程玉听到连宋的话，有些惊讶，一脸疑惑地问向司命：“司命，他跟你说的？小仙也不知道啊。小殿下这些日子从未找过小仙。”司命连忙摆手，表示自己不知情。 连宋在一旁听着他俩的对话，有些疑惑。哎，你认识他？连宋和尚扇子拍了拍程玉，程玉一脸当然的点点头。你也认识他？连宋又看向一旁司命，司命面无表情的点点头。连宋可是有些生气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都认识凤九啊？我们认识谁一定要告诉你？程玉不在乎的瞥了一眼连宋，司命在一旁附和的点点头。看到连宋带着杀气的眼神，司命连忙又摇摇头。 你们刚才说有这凤九殿下，难不成以前进过太晨宫？连宋满眼怀疑地打量着程玉和司命，有吗？你听错了。程玉摇着扇子，不经意地反驳道：“怎么可能？说不定是我听错了。”连宋刚对回去就看见程玉瞪他的眼神，连宋的语气连忙转了个弯：“你们真不打算给我讲讲？”连宋一脸的期待，谁让被他们勾起了八卦的兴趣。 你还是先跟我们说说凤九在太成功的事。程玉还是比较担心凤九现在的情况。司命点点头，说来也奇怪，这凤九倒是不一般，竟然喜欢东华那个老人家喜欢的东西。这个程玉和司命倒是觉得没什么，毕竟凤九喜欢了帝君这么多年，想必自然是将东华喜爱的东西都学了个遍。这小帝姬竟然喜欢吃帝君的糖醋鱼，当真不是一般的神仙啊！连凤一脸感慨的说。 司命一听到糖醋鱼，浑身打了个哆嗦。这糖醋鱼小殿下都能吃进去，看来一定是真爱啊！糖醋鱼很难吃吗？你们怎么都这副表情？程玉有些疑惑的看着两人的悲惨表情。元军，你是没吃过，那滋味永生难忘啊！司命满脸的悲愤的感慨道。听他们这么说，程玉倒是有些好奇。好了好了，继续说凤九。连宋连忙将话题调过来。这凤九的性子好像挺冷清的，有点像帝君。 一带能带一天，无趣的很。连宋会想起自己同东华下棋时旁边的凤九的表现。程玉对连宋的话表示质疑：“怎么可能？那小丫头没有一刻能稳住的。你确定见的是凤九？”连宋摇,摇摇扇子：“确定啊。凤九头上是不是有朵凤尾花的胎记？”程玉和司命点点头。难不成是帝君在，所以那丫头不敢胡来？程玉看向司命，猜测道：“可能是小殿下还是很怕帝君的。” 司命点点头，但是还是让他俩充满了疑惑。咱们要不找机会去看看凤九到底发生了什么？程玉提议道。也好，看看是不是帝君发现了什么。司命附和。哎，你们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连宋疑惑的看着凑到一起暗自私语的两人，感觉自己被小分队抛弃了。有什么秘密是自己不能听的？太成功。凤九看着书桌前天宫刚刚送过来的奏折，有些头疼。帝君。 这些奏折你批不就好了？我又看不懂。东华倚在床头看着佛经，不以为然。你不是要以后要继承帝位吗？现在正好适应一下。东华侧过头，满眼笑意的看着桌前一脸委屈的凤九。你控制好表情，别一不小心让人看出来。东华提醒着凤九。为什么我要控制自己？你不用。凤九对于不能通过表情来表达自己的事情，很是不服气。 东华直接侧过身，将左臂垫在头下，抿着嘴说道：“嗯，可能是我比较重要，你不重要。”东华说的是他俩的身份。那你为什么好劳让我给你做饭？”凤九瞪着东华，还是不服气。因为本君本来就爱做饭。东华挑着眉，欣赏凤九的小情绪。凤九气得两旁的脸都鼓起来了，配在东华的脸上倒是可爱多了。东华有些无奈，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起身走到凤九面前。 双手放在凤九鼓起的脸庞上，按了下去。你不要顶着我的身体做这些不符合我形象的表情。哼！凤九将脸抽回来，双手环胸扭向别处。帝君，重林有急事闯了进来，就看见凤九殿下捏着帝君的脸，帝君竟然还傲娇了。重林感觉自己的眼睛好像瞎了。凤九和东华看到重灵闯了进来，连忙恢复了他们平时的样子。东华收回手，倒是无所谓的坐到凤九旁边。 凤九快速的变脸，一脸的面无表情看着仲林，什么事？重林摸了摸头上的冷汗，帝君，知鹤公主突然回宫了。凤九有些吃惊，当年帝君大婚，他当年虽然回到了青丘，但是也听说了知鹤代替逃婚的姬恒想要嫁入太晨宫，结果被发现，被罚到了西荒。凤九避开仲林，疑惑的看向一旁喝茶的东华，东华也有点吃惊，但还是抿了口茶，给了凤九一个眼神。 那你就让他老老实实的在太晨宫住下。”凤九装作无所谓的说道。重林领命退下。等一会儿，凤九又开口叫住了重林：“帝君，以后进书房敲个门。”凤九虽然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但是眼神却有些躲闪。这要是老被重林撞见，他俩肯定会被发现的。东华听到凤九下的命令，嘴角不自觉的勾起了一丝笑。是。重林回应后，冷不丁抬头看见了东华的笑，连忙退下。 我的天，这帝君竟然还有如此一面，以后一定要敲门。不过这凤九殿下刚才竟然敢笑帝君，看来帝君这是要娶帝后了。重林站在院子中，内心感慨了一番。帝君，你这一为突然回来，可是有什么事？凤九瞅瞅没有旁人，凑到东华身旁问道。不知道。东华没有理会凤九的询问，拿起桌边的糕点吃了起来。哎，你不是不喜欢吃这些东西的吗？ 凤九以前可是觉得东华冷酷沉稳，最不爱这些小玩意了。本君可能是被你这身体影响的。东华挑着眉，大言不惭道：“想吃还不敢承认，到处找理由。”凤九听到东华的借口，白了他一眼，心里腹诽道：“你这是在腹诽我？”凤九的表情都写在了脸上，东华都不用猜。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吃这些小玩意？你很了解我。东华将糕点拿在手里看了看，有些趣味的问向凤九。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像您这样的尊神，应当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凤九笑着打着哈哈，不许笑。东华看到凤九又在顶着自己的俊脸傻笑，凤九连忙听话的收了回去，还用眼神看了看东华求夸奖。你要是实在控制不住，就轻轻的笑也行，反正不要变化太大就行。东华嫌弃的看着凤九亮晶晶的眼睛，有些头疼。凤九听到可以多一个表情，高兴的点,点点头。 嘴角就出现了一丝笑，同样是一张脸，东华要是笑，别人就会感觉帝君肯定又要坏人。但是凤九一笑，倒是眉眼间都带着些柔情。算了，东华已经放弃了，他和凤九的性格实在是差的太多了，完全就像是两个人。东华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对一旁的凤九说道：“我去外面晒晒太阳，吹吹风。”凤九看着东华一脸惬意的往外走，急忙开口问：“那我呢？” 东华睁开一只眼，瞥向凤九：“你先把那些奏折批完再说吧。”说完，东华就走出了书房。“你怎么能这样？这明明是你的任务！”凤九生气的冲东华的背影喊道：“真是的，明明是自己的事情还不做。”凤九一脸抱怨的拍着桌子，东华这张冷静的脸都被他皱成了包子。东华对自己的宫殿还是非常熟悉的，习惯的走到湖边的椅子上侧坐了下来，顺手拿起了鱼竿。 这姿势，帝君是一点都不怕别人不知道他和东华帝君有什么渊源啊！你怎么会在这？正被重陵领着路过湖旁的知鹤，看到东华大摇大摆的靠在他一兄的椅子上，就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你是什么人？凭什么坐在我一兄的地方？正在闭目养神的东华被知鹤刺耳的声音扰醒，东华皱着眉头，目光冰冷的看向湖面。知鹤不知为何身体打了个冷战。我跟你说话呢，你听不见吗？ 知鹤不依不饶，重林在一旁不停的劝解。东华侧过头看向唧唧歪歪的知鹤，淡淡的说道：“我为何要理会你？”知鹤看到东华的脸惊住了，虽然额间多了一朵凤尾花，但是知鹤还是看出来了。小九，东华挑挑眉：“你认识我？”东华倒是有些疑惑。果然是你，说你是不是又来蛊惑我一兄？东华从来没觉得知鹤竟然这样吵闹。重林将他拉走。 东华转回头看向湖面，面无表情的吩咐着：“是殿下。”崇林觉得这凤九殿下实在是和帝君太像了，就连这不耐烦的语气也是十足十的像啊！崇林只好上手施礼的将知鹤拽走，知鹤还是不服的大喊大叫：“我就知道你定是不怀好心，一心想蛊惑我义兄，这次不会让你成功的！”东华被烦的有些头疼，这些女人果然还是最让人烦心，还不如小白，虽然小白有时候会冒傻气。 但至少不烦人啊！东华有些感慨道：“小殿下，小殿下。”东华又听到旁边有人在叫凤九，东华感觉自己出来就是错误。他一个三万岁的小地鸡，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东华有些不耐烦地看向说话人，来人正是相约来看望凤九的程玉和司命。看到是熟人，东华倒是有些放松了。你们来干什么？东华放下手中的鱼竿，拿起一旁的茶抿了抿。凤九。 你这次来太成宫怎么没跟我们说一声啊？程玉走到东华旁边，将手搭在了东华肩膀上，一脸担心的说。东华停住了喝茶的动作，有些僵硬侧过头看着自己肩膀上的手。东华承认他有种想要拔刀的冲动。这三十多万年敢碰他的女仙屈指可数，不过看在连宋的面子上，倒是可以放过程玉这一回。东华假装不经意的动动身子，让程玉将手收了回去。 东华斜靠在椅子上，右手握拳垫在了耳处。你们好像在担心什么？东华还是有些疑惑他们的担心，当然是怕你报恩不成再受一身伤。程玉认真的看着东华说道：“报恩。”东华自言自语的嘟囔着：“你不是说东华帝君对你有救命之恩吗？一直在想着报恩吗？”程玉有些迷惑的看着东华，东华淡然的抿着嘴，点点头：“小殿下，你这是……” 司命在一旁看着东华，对程玉的话好像不是很熟悉，有些疑惑。嗯，最近受了点伤，忘了一些事。东华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起谎话都不用打草稿的帝君。东华就看见面前两人都是恍然大悟的表情。东华觉得有趣，平时他们在自己面前可没有这么活泼。东华顺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司命把程玉拉到一旁，元君，咱们可不能对小殿下说他原来在太成功受的伤。 小殿下好不容易忘了，可不能让他想起来。可是我刚才已经说漏嘴了。程玉怨恨自己嘴快。没事没事，咱们就说当年小殿下来当仙娥的事，后面的小狐狸的事就不要说了，以免小殿下想起来伤心。司命思索一会儿，想到了法子，目前也只能这样了。程玉同意的点点头。风华倒是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俩，在一旁盘算着，眼中也透露出好奇。 真不知道这天宫中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事。